和平精英国际服的外挂有多少。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场珍贵无比的直播录像。但实际上今天我一共才打了三场，有一场是落地成盒的。那我们开始吧。这个时候已经两杀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无敌了。人呢、啊、人呢、啊、我操，我死了，一枪秒了，有什么好说的？这我来看一下，大哥，我来观战一下。都说国际服挂多，但是这个我也不太确定。他怎么知道那边有人的？我觉得他应该有透了，就刚才那边过来，他蹲在这里怎么看到的？脚步这么远，听不到吧？我也没听到。来来来了！哇，锁头，这肯定是锁头了吧？哇，兄弟，你这么摸，感觉很危险啊！那被人打了吧？左边那边山坡上有个人，我看到了，赶紧把他秒了。他在往左边移动了，你屁股要被打了，兄弟，赶紧摸到房区里面稳一点。好着急啊！我，哎，人来了，人来了，打呀！哇，这不打，在那不动呀。两个哦，那边人可能比较多，他不想动手，他决定丢雷了。可能你不丢雷吗？我着急啊，完了完了，他要死了，他要死了。哎，你别这样辜负我对你的一番期望啊。紧张刺激的决赛圈。再分个烟，再分个烟，烟没了，完了，死定了。哎，头漏了，我操，这他死了，哇，无语了。你看他是锁的，一直打那个点，演个鬼啊，还演啊。看一下这几个人，这几个人应该没关系。这一队赢了，这一队赢了。我刚才是不是开着公麦被他听到了，所以他一直在演，可能是。但是他最后那几枪我觉得肯定有问题了，打在一个点的直接扫的。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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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Hello Hello Bangali, Hello Hello China number one. Hello Bangali, Hello Hello. 我只会这一句 Hello Hello喂，金马 bro meet up bro meet up， 没干没干，哈哈，别 hello motherfucker， 说啥呢？你说啥呢 ？fucker motherfucker， yes yes motherfucker yes yes mother。直接被爆头了，我想看一下这个人，杀九个了，这么屌啊！这一个人，嗯，这个视角他是自我欣赏嘛？这个感觉也有问题啊，这么瞄，你在打什么呢？哇，嗯，哎，他已经十杀了吗？他刚才杀了一个吗？啊，他刚才是九杀的，我没有注意。他刚才那么少，少掉一个。哎哎哎哎哎，队友跳车了，笑死！
哇，十一杀了，击倒了，牛逼，没话说。来了来了，你这到底是穿墙还是透刺啊？哇，两个。瑟瑟发抖，自瞄，透视，穿，之类的吧，就是又打的又没了嘛，十五杀了，他来了，他来了，哦，那个人在瑟瑟发抖。走着走着就暴毙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那边开始喷烟了，太惨了，我无话可说，好吧，打三把碰到两把外挂。